公路中因应椰蛋节个校庆，是邀请校友用7万块设计椰蛋树，说是叫学生质疑伤贵咯。校方就解释，这是因为制作成本较悬，已经有比价过3间厂商上俗个来做。两公尺高的椰蛋树加上黄顶，看起来真有过节的气氛。这张椰蛋树顶礼拜五放伫高雄女中的传堂，是学校为着庆祝99年校庆，还有椰蛋节所打造。由毕业的校友无上设计了后，学校阁开7万块找装置艺术的厂商做出成品，所以批评价上上过悬。材料它本身不是表面上看到只有珍珠板，如果放以前放一般的圣诞树很容易吹倒。所以在设计的时候，它下面的圆盘是有加固的，然后是用木板，而且中心的部分还有金属支撑的。学校提供制作过程的相片，澄清椰蛋树不是仅仅外表所看到的珍珠棒。学校穿长风头，为着惊树啊倒去，特别要求厂商得爱让树木会得稳固。因此，椰蛋树的底座是全实心的材质，树枝嘛采用较坚固的金属。加上这几冬人力啊，搁物料拢起价真多，才会出价7万块的价数。而这个数字，搁是学校经过3间厂商的比价上低成本。他们就一开始看到就说啊，怎么会长这样？拍照的话呢？外面那颗啊。为什么？就好看。看外面的话，当然会觉得贵，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了解里面的话，就是会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夸张。这张树爱7万块，有学生感觉贵嘛？人伫咧了解设计理念，啊，搁用了了后，认为价数是适合的。学校表示，椰蛋树冠顶的珍珠棒会当贴起来，除了椰蛋树每一档来应用，其他的节庆嘛会当增上学习的摆设来娃娃运用，会让这张树啊发挥上大的用处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坤强报道。